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正习班第20届的显示同学们，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的禅节普易天机。普易啊，这是上圣的心法，普易就从甲到乙，从因到果都叫做普义，由到无都叫做普，好到坏中间有什么变动，有什么变革，都叫做普。曾经我们举办学士高层论坛，有一位企业家他提出很好很好的企业计划讲了很深的哲理，讲完了之后就有人回应，就是我们台中道场的圆义法师田立伟很诚心的提出，请问大师你的计划非常的好，世界上往往很多计划都赶不上变化，那怎么办？同学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一问，这位大师愣住了，所以要答复这个变化呢，就要讲了很笼统的一个果。事实上这个果你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果呢？必须要学易经，所以王禅老祖教我们知因以知果，就是要有变有动，要知变和知动，变有化，动有吉有凶，所以变动变化，变是有形的变，化是无形的气化所以易经的真理哲学非常的深奥，但是不深奥，很简单，但是你要了解到你这一件计划可以不可，对与不对，怎么样才能知道中间有变化，变化在什么时候变化在哪里，只有你学易经才能知道，不然你不可能了解。所以老祖传很多给我们的妙法，动摇就是告诉我们天机在动摇里面。你们看一个卦，
你一定要先看动摇，动摇就是马上的问题，当下即时发生的问题就是动摇。动摇它发生的近的当下七天以内，原则几个月，不会超过一年。所以你们用意占卦凶的话，你一定要很小心；急的话你就是也是要很小心，要把握机会，不要让它跑掉。曾经我们一位师兄，我告诉他说：“哎，你哪一天你有钱赚呢？早上几点到几点？你有一条很大的钱财可以赚。”因为那有可能。结果那一天早上一大早，他的朋友在他们住家附近一块土地，再找不到地主。我们这师兄知道他的地址得住在哪里，要买，都是刊行介绍会将近有1000万。那我告诉他，你那个时间几点到几点，一直挂动挂变，哪一天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几点到几点，你在门口那里就会有钱财来。一个哎呀不可能啊，结果他那天一大早他就去运动了，他是要运动身体卡用的家伙。结果他的朋友就从不知道哪里来来找了他们附近那块土地，要找地主的多余，听说他知道结果他不在了啦。后来他的朋友去找到隔壁那个阿伯，他再去买卖成功，几千万的介绍费隔壁去赚的啦。那这师兄目睭逆笑逆笑啦，望你真正拜多做，你是拜假的啦，你信多做，你叫依时诚心信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就有福气。所以他很后悔老祖指点人家，你什么时候有钱赚，你一定不要有打折扣你不要以为弄家己弄真熬，我告诉你，弄熬熬有限了啦。曾经咱有一个信徒先生伊咧爱我去看伊的厝伊就做鞋在台中水兰，他要我去帮他看，我说你明天早上5点你来载我去，我没有时间等你伊就5点他拖到6点再来伊蛮好意啦结果6点再来我就出去了再过几天他又来说，老师你怎么没在呢，我说5点就5点啊，你5点第二天跟他讲了，第二天又再来了，再来了他提早，他没有提早，慢10分钟，说师傅他这个大师级哪有那么准时伊就开始咧等了个10分钟后来叫我出来再来要来载我，我又出来接下老祖告诉人家，你要发财一定要守时丝毫不偏也不倚，才能发财。祝福各位。
在万里兵，淹没星空庙的线。各位维新贤士，各位书房善知识，王禅老祖最重视时间点，几点就几点，几分就几分。所以我们在安神会，老祖开示了几点几分安神会，你就是按到几点几分，安神会一定有吉兆，有好现象、好预兆给你。若是时间拖过了，那就是就不一样了啦。所以我那一位先生我说你这样了我没有办法帮你忙了，我再一次机会给你，还是明天早上5点，因为我去看了，我一天要看好多地方赚红包多赚一点，因为我到处要花钱啊，要建设要花钱啊，所以我给他们谈啊，我看没散啊。好，那他就第二天早上，他干脆第二天早上晚上就没有睡觉，车子回来给他等于五千五间门靠呀都要捆。我门一打开来，他就在那边睡觉了，困个呱呱叫。光会好起来安尼哈，伊讲哦，安尼咯，安好啊，叔，我载你来看。去伊个厝，去伊个厝咧，去看伊个公司。伊个公司咧，刚好有一股煞气，一股迄个房子，房子是安尼，哦，面安尼来，前面旧社区嘛，古峡谷，一个巷冲，冲对家来，冲家来，所以做的事业做不顺呢，很不顺利，他做的就是那一个女的丝袜。丝袜的精髓，台湾很有名的丝袜，建筑建了，我遐看，就是这个相冲煞气冲进来，我伫门那开家，伊讲那先生讲到伊生荒，生旺荒，他本命是旺，我哎呀，你这就是东西四命的啦，就生气荒。这个生气我东西四命的，东西四命风水学不可用，厉害戏呀！所以汪，你如果是早一天来。不要耽误将近几礼拜啊！你这个煞气会避过，这几天的煞气还能继续的来，所以你赶快把这个人轰掉，把门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不管你什么生气不生气。你要趋吉避凶，给人家轰起来，那一天就随轰起来，就随靠开，靠开来讲，老师啊，要不要做门呢？没有关系，你撩起也比我查那提的较济，有影无哈？撩起也查那提的，所以突然间恍然大悟，一样好。马上开，马上改。那一天，一早起我偷早起，
五六点放完了嘞，伊就开始叫人卡，八九点就开始卡，卡卡嘞，啊，把文从这边出入来，啊，这个办公室暂时就不动。我占一个卦出来，占卦用意，动摇，生四爻。动摇是财，生四爻。啊，你赶快一过来，很快你就有财会再进来。哈哈，伊都，甲讲老师啊，你讲九九一六零，分秒必争，啊，我也不怎么相信呐、啊。看我真正遐尼神呢，啊，有神无神呐、啊，你家己去体会。了去的七三六票，你就把你想清楚了。所以改了，过了几天，还不到一个礼拜，有一批大的订单进来了，啊，那丝袜，啊，大的订单进来。后来他那一批丝袜呢，也做着上几把头，好啊，不要师傅请。我说师傅，我丝袜送给你穿。啊，我也无咧穿丝袜，勿紧啦，你送给同事，咱的同学们。迄个时阵呢，啊，恍然大悟。哦，所以，咱在用意，吉祥祸福，咱无干了对外好学的，看册读的，读的未准啦。外口学的风水学未准啦，看太多了，太多了。我不是王啊，我是王啊，我名字王啊，王的啦，不是王的啦，但是王啊嘛是王王的啦，我都希望能大家发财平安就好啊啦，啊，所以要有真理，老祖出真，我清洗都做，哎你都做你把，迄喙须那遐尼长你是。安尼老的哈，老早甲应一句讲，我是老阿公的啦，我是老戆甲老的啦，戆甲老的，戆甲退休长，啊，所以我才学习老祖的慈悲，戆戆啊，无要紧啦，人讲我会晓就会晓，未晓就算了嘛，无要紧，会晓未晓，啊，过水方便。好，那么各位同修，你们学老祖所传的道，马是赶快，你只要学到懂了，过水方便，安听有无？好，好，这个例子，这个案例，啊，这个公司转来看起来，啊，转为安，啊，伊嘛有福气啦，啊，有福气的。啊，才有机会啊！伊也相信，那么福气相信不了啊！所以世界上的动与变，日常生活的动变，思想的动与变，念头的动与变，这东西具有很深度的智慧和考验。啊，说这一位我们师兄，啊，他的工厂，啊，在改了以后，啊，在河面工厂也，啊，做得很好，也经过改了改正了，啊，这家工厂的形状呢，啊，等一下，下一节我再为各位来讲解，祝福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师兄善知识，本唯心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宗教是安顿民心的上圣心法，
你要安顿民心，一定要先从平安开始。住家不平安，其他就免谈。啊，所以你的再高深的理论，哎呀，不要贪啦，不要什么啦，骗鬼！什么叫贪？你不懂了怎么贪？不懂什么都是贪。啊，所以我也常常碰到啊一些信徒，啊，他的师父出家师呢，啊，穿了华丽的衣服，啊，就到修佛寺来，啊，来问事。啊，他说的工厂，啊，工厂，我一看，啊，喂，你这工厂会倒，你知不？伊讲是安那会倒，啊，倒我看这会倒，啊，这个是一般社会上公司啊的福报，工厂的福德因缘。啊，地理师或是大师不懂啊，所以改了变成很多问题都来啊。所以有一次就这位先生他就带我去彰化他的公司去看他的工厂，他工厂沙场很大哦，哩哩啦啦，声音很大声，都这都是工厂啊。他办公室在这里，办公室底下，吼吼，这门一出去，所有湖边都拢当。办公室呢在这边，马是后边拢当。啊，那么我说你的地理师。跟你说这要到两边对吧，用对啊，你的沙场这些两边中当啊，是你不是两边当，你办公厅你刷来两边啊，你的就在这个后边中当，公司也动。那么这位信徒看耶稣看这耶稣他妈的嘞，往我这就是你的业障，你的业力，你的师父不对，你的师父看你的因果，所以用安尼，才给你摆一道，无安尼给你摆一道，你德一定不够诶，德无好，我来开始讲一些道理，给耶稣下台阶啊，变变英雄跳英雄嘛。然后耶稣啊，该再问我要怎么办？我很简单啊，你把这个办公室刷回家，就是间就好啊。啊，这间会用得十个人，办公厅到家，啊，家人做你的沙场的成品，啊，你到家，啊，做两边中当，一模安就好了。我就无我占卦，互你看讲。啊，那么的占卦，所以各位同修，恁风水学，你用了，你一定爱个用意，个用意，你才会预防，下迄礼拜会发生。啊，用意，诸佛菩萨、天神作书。啊，龙天护法一定看你的选择啊，给你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所以这里用意呢，啊，那我
战国卦，火天大有，坐言天有理理。初爻、二爻，宅东、住东、朱孙爻、财爻、中东、财动啊，这个子动、克、四爻啊，克是财来克我。大吉大利啊，那么我你按得来绝对精力满堂啊，所以咱这位信徒师兄一直的老师啊，你来这样说我一定会来教改啊，有什么办法会比较快的吗？同学你知道有什么办法会比较快的吗？我没办法，好等时机，哦，你就照你做，我看这个时间让你做，你这样走，真紧你的事业开始会起死回生，转危为安。那么咱这个师兄，他就安好，我就改，改最想信的，就办公厅改这边来，改这边来，这边两两叮当，两当好精啊，所以员工呢都稳定嘞。无原来嘞，员工机器啊，拢故障啊，员工身体啊，几乎每天都有人受伤。这个风水学，那个法文，这个风水学。有人敢问我师傅，你来公开传，那何人学的呢？何人学上好？大家若用安尼有安尼用对的呢，家家户户平安。会学的人去讲道解，伊嘛功德呢，大家嘛趁钱呢。虽然我无趁呢，但是呢，我嘛趁着欢喜的。所以欢喜钱买袂着的嘛，所以。我现在探究正道，正道是利人天，用意利人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啊，希望各位同学们，那里很多讲义，你们有时间一定要买回去看，买回去读，我教的真慢啊，我们正式班呢已经有25届啊，这样的讲义呢啊讲过的，你们可以去买到出版社买回来读来读自己充实自己，大家来做行做佛做作书那么安尼呢，您的功德无量了啦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所有善知识，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是当今5000年来最殊胜的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复兴的大学，就是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现在国际各国的宗教一直在寻寻觅觅在找如何让世界人类能平安的一个法门只有去找宗教界的，但是宗教界的心量太狭隘
很狭隘啊，所以个人信个人的教啊，不会包容其他的教门，这是我也感觉很好玩，这是称为啊，在宗教哲学、宗教学的研究者啊，心量很宽广，结果比什么比尿气要多，更加水啊，那很可怜呐、啊。所以我们才在这两年成立中务中心啊，中务中心呢啊，这个迈向国际啊，将维新圣教的啊教法、易经、风水的啊传给啊国际大众，目前已经走出去了啊，已经有得到社会、国家啊，其他很多国家给我们的肯定啊，尤其在今年的祭祖大典和去年的老子大精神落成啊，震撼了啊100多位国际宗教界学者人士啊，说是奇怪啊，这个从来默默无闻的宗教，竟然有这么大的啊活动力啊，而且大家所看到的都是满脸的光明面啊，所以就感觉对我们维新正教开始很有兴趣了啦。所以在今年啊祭祖大典，特别邀请啊很多国外的啊新宗教、世界新宗教的研究者、教授们，哈、啊，来参加我们祭祖大典，啊，他们对我们祭祖大典，啊，都感到非常的兴奋，啊，好像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人类一颗救星，就是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啊，就是人类的救星。啊，所以老祖师尊在这37年来，啊，都是非常有远见的，告诉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走路，啊，教我们很多法，从无到有，从37年前现在开始，我还是3块钱，啊，在这里啊卜卦，啊，前3年黑坤六段，啊，那么，前面3年。啊，还是在摸索，啊，到第6年呢，啊，就有所成果。那么到第6年呢，就搬到禅机山仙佛寺去了。啊，这个是王禅老祖他的法轮，啊，在搬到仙佛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第一届的，啊，现在的圆理法师，他是我们的第一届的同修。啊，他跟着我几乎是跟了很久，73年就结了缘，啊，所以我也跟他说，你好好的把这个法好好修好，以后帮助师父来推广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啊，最能够利益社会大众，啊，就按着做行，唔好做贵啦，嘿。啊，带着大家同修一起来做行，啊，我看你大家面安尼金闪闪，是不是拢做行？啊，所以圆理法师呢，哈，啊，你呢，啊，就爱较慧心呢，啊，各班的导师啊，啊，您呢爱较慧心呢，带着同修啊，不要让他们跑掉，啊，你们要学习当书武牧羊。十五牧羊，不要让这些羊哎，啊，去吃上啊这个盘啊篱笆外面的东西啊，毒了草啊，去有阿毛要缩掉哎，那什么卦啊？那什么卦？啊，所以我就本着说，过大家啊，大家平安，不要去走错路了。
走错路了，咱就哪哦去红烧牙，啊，就很难过了，啊，要回来已经百年孙，啊，又目前台湾呐，啊，又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国际哦，啊，女孩子一去就被关起来了，啊，关起来就和家里全无啊，啊，就什么心灵啊，心灵的什么什么电闪电哦，啊，这一个呢哈。啊，有的同修很怨叹，啊，怎么会有这种人？这个是业障、魔障，啊，所以我们好的妙法来传给大家，大家不相信，人类觉得不够刺激，啊，你就爱去那个行有刺激的，啊，有刺激的，那你就爱注意啊。所以咱请各分师道堂，啊，来各班的导师。啊，讲师啊，助理讲师，你好好爱顾人家的同修，啊，你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一定爱用意，爱占卦，卦占起来，忌神动，来克四爻，你得爱注意啊，啊，应爻动来克四爻，你得劫难难逃，啊，那么啊，所以从卦象里面你就可以了解。看动变，你就可以了解到吉凶祸福啊啦，啊，所以今天因为有同修的女儿去红乖五年去啊，啊，那么现在还难脱身，来问我说怎么办，我嘛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么这个就是你的业障嘛，啊，只有求佛嘛，求神嘛，阿弥陀嘛，啊，师父也莫何奈何啊，有我也不是神通啊。啊，所以是都有一个因果啊，那么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啊，啊，所以各位呢，我们的讲师法师们，您一点各班同修，哪有什么动静，您随时关心他们，啊，让他们呢能够大家能够心安，啊，在家里照顾家庭，照顾事业，好，啊，那一起修行，这是我想多的希望啦，啊，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嘛，好，啊。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讲解祖先的风水，祖先的风水吉凶啊，祖先这风水吉凶来论，一个人有灾难，一人有灾难，啊，知音啊，灾难是。第一，啊，都是命，啊，命卦，啊，第二，主德，第三，风水，住家风水，第四，祖坟，祖先，啊，风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哦，这一点呢，啊，我们休息一下，再为各位来禅解，啊，阿弥陀佛。圣教一经大学第二十五届所有贤士同修，啊，用意利人天，这是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的教育长项，啊，我们的方向专长，啊，这个是开五千年来，啊，的妙法，所以 啊社会要安定，我们要治一切法，先从自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宗教的教育。那么我们现在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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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烦恼，说也说不完，啊，像刚才我说咖啡，我喝了，两边喝这个咖啡，那喝咖啡喝多了，
啊，就掺杂了，我胃里面就是起问题了，啊，我的心脏就不好了，那我就干脆就不喝，我心脏又好了，那是我个人啊，你们也许不一样啊，啊，也许你们可以喝啊，啊，这并不代表我的立场啊，啊，而是是代表我本身我的方便的法门而已啊。啊，那你们喝能喝什么咖啡，你们就尽量去喝。但是你们要注意，当你们发现说你们的心脏有点在串了，皮皮菜一样，你们就要开始注意啊。你怎么办？用意占卦，对吧？用意占卦，卦中忌神啊当，啊，你最好就不要喝。啊，若是啊卦中四爻带破。四爻破了啊，那么你家的列组织会破坏啊，你改变体质，改变坏的体质啊。卦中元神化退神，你如家人如无精神啊，不是家的如无精神啊。那么卦中丑神叮当，那就是晚清借助如劫，很简单嘛。所以你们学了易经，我已经将这个妙法传给你了，你若不好用，赶快是活该。哦，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健康的啦。哎，啊，那么我们现在来为各位讲解祖先的风水。人的家庭、人的一生、事业不平安的原因很多啊。啊，人的不平安的原因呢，就是不平安的原因啊，就是他的命卦本身的命卦，命卦无元神，无神，无福神啊，黑的福神就是抗体。啊，抗体啊，他身体绝对一生会比较不平安啊。再来啊，他的祖先啊，他的祖魂，他的祖魂呢啊，爱做主意。你用一张卦啊，张卦祖先呢啊也。平安无？你要看祖孙爻卦中四爻，祖孙爻四爻啊不能破啊，祖孙爻不能破啊，财爻不能破啊，都要旺，表示风水没有关系。好，再来这个。什么罪？哦，风水住家，啊，住家风水，住家风水，为什么事业这么不平安，这么不顺利？你们可以沾，可以沾啊！啊，他现在的事业不顺利，住家风水吉凶如何？所以我在民国72年开始营业，开始行道以来。都用3块钱跟人家结缘，啊，不是送3块钱给他，用3块钱占卦，啊，他的住家风水、祖先风水，啊，办公室风水、工厂风水，啊，那都一一的几行几行的占卦，啊，看他的动摇，变出来的爻好不好，啊，动摇变出来的爻变凶的话。那表示说，有你风水就不好，啊，这是足清楚的，啊，免得还要问通灵的，你通灵的通无对到去啦，哦，我话足济哦，通灵的，我恁就地鬼地主讲啊，要来讨哦，要来创啥哦，我告诉你，地鬼地主讲啊，你也不该熟悉啊啦，哦，你有缘，你在法会诵经，跟他结善缘，啊，回向给他。啊，那么好，你看我贵人呢，啊，还是要自己修行啊，还是要自己学艺啊，按那来呢，啊，你就不会
有所偏差，又烦恼可以减少减少再减少啊。啊，再来祖先的风水啊，祖先的风水呢哈，啊，祖先的风水呢啊很重要。你这样看说，啊，我祖先的风水，祖先风水若是啊有绝地啊，没绝地了了分明啊，卦中那白虎洞，家庭灾难不断啊，这个祖先的风水啊，父母摇动，祖孙摇动，化破化克，就是家孙的龙美平安啊，所有全部了了分明哎啊，但是你占卦占祖先的风水，你要一一的一个一个来占，不要说一个卦你就保天保海，那要错了啊，有如我家里的丈人啊，伊的风水啊，那时候呢，我丈人接两个丈人接啊，这第一个丈人接呢，去问啊一位清水，一位卜卦，伊讲啊，恁的祖先的风水哦，你这房足无好诶，哦，安尼遐咧，哦，啊，都这门风水真歹，事实上这门风水。很足好个很，夜光出动个好很。咱个唐叔公教咱点个，啊，这个风水做嘞，啊，三黄的粉花，啊，倒来呢，伊就想我着要挂交掉呀，啊，着倒来甲我嘞迄个第三阿叔嘞吼，着甲讲说，啊，这门风水吼，我卜卦先生讲这门风水真歹，哦，真莫，啊，我阿叔嘞，啊，伊着去专工去走去问个卜卦。哎，卜卦嘞，一支卦都甲你看，看看哦，你的灶卡都安怎啦吼？啊，你的祖先的风水吼，就安怎啦吼？啊，就迄边风水拢袂平安啦，袂煞啦。我阿叔讲，你看落鬼哦。哦，我这边风水做嘞，我兄弟啊，大家拢平安。啊，哦，我做嘞，我的事业足顺遂的，大家祖先嘛足平安嘞。啊，子孙啊拢进入成就嘛。啊，所以啊，咱爱分开来占，唔通讲像外面咧，啊，讲我叔叔咧，一支卦咧，你都要讲包天包海了，哦，包生甲包死，拢要讲，啊，要讲安怎做安怎解，迄骗人诶，咱中文绝对袂使你去骗众生，骗众生有罪过，因果你要负责。去地界的时候，到时候你们不要打电话给我，好。好，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